乡亲，欢迎收看今日1月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誓就职，正式接受第46任的美国总统。伊就职演说讲，无团结就无和平。那咱驻美国的代表小米琴有接到邀请去参加就职典礼，嘛期待未来台美的关系会使继续深化。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因为防疫现场人数管制，拜登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兹见证宣誓就职，发表演讲。Uniting to fight the foes we face: anger, resentment, and hatred, extremism, lawlessness, violence.Disease, joblessness, and hopelessness. With unity, we can do great things, important things. Every disagreement doesn't have to be a cause for total war. And we must reject the culture in which facts themselves are manipulated and even manufactured.My fellow Americans,We have to be different than this. America has to be better than this. 拜登誓言捍卫民主，争取全美国人民的公仆，并且以最高统帅加副总统贺锦丽参加国宾仪式，也去阿灵顿公墓向伫蒙将士献花。拜登入住白宫，签署几项行政命令加备忘录。咱驻美代表小米琴也受邀参加典礼。Democracy is our common language, and freedom is our common objective.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in advancing our mutual values and interests. 前总统奥巴马、小布希加克林顿拢有参加，严格替你美川普拍破惯例，无参加就职加交接。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的新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各国的头人拢有提出祝福。欧盟、英国、以色列拢希望拜登新政府会使甲因强化关系。啊，那中国是呼吁美国，让中美关系会当变正常。中国外交部嘛，随发布要针对前国务卿蓬佩奥，还佫有28个川普任内的高官实施制裁。After 4 long years, Europe has a friend in the White House.拜登新政府上任，欧盟各国拢真欢喜。欧盟其他加北京最近对抗气候变迁、加新冠病毒疫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欢迎美国登来巴黎协定。英国首相强生也伫咧行议恭喜拜登。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m and with his new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working on our shared priorities, from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building back better from the pandemic, and strengthening ou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各国领袖都恭喜拜登，加特会总统川普关系真好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强调，加拜登有过了10年的交情，希望持续的扩大以色列加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俄罗斯是希望保持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且欢迎美国延长条约。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НВ три ситуац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а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лагерь,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Байдена внесут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в Конгрес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родлении договора СНВ три. Мы готовы у себя выполнить, есл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те же ра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дур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крайне небольшое время.和川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中国，除了透过外交部记者会呼吁美国和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转到正途，也伫外交部官网宣布，对拄则退任的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位川普政府高官实施制裁。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年，蓬佩奥散布的各种谎言和流毒，必将随着他本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蓬佩奥之流也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中国外交部伫咧声明中强调，即个人甲因的家属会被禁止入境中国甲港澳，甲因有关联的企业一个机构也被禁止甲中国交往做生意。公视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
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国公布确诊的护理师因一家伙啊去过多位，除了已经讲过的桃园南门市场，即马确诊的护理师的翁婿嘛捌去过四间店食饭买物件。啊，那因呢，因嘛去防卫着的查某囝，除了伫摩斯汉堡桃园捷运 A 七站上班，伫一月十六下班了后，嘛捌去过桃园的三明店的麦当劳。确诊护理师一家伙啊，活动的路线，除了之前公布的桃园南门市场，按八六四护理师的翁婿，一月十二去广治海山餐厅点五点钟，十六去台北大肠蚵仔面线，国去福隆路买物件，过当天十七，伫一品金汤豆奶王店一早起，按八六五护理师的查某囝，除了伫咧摩斯汉堡的桃捷 A 七店上班，十六也去麦当劳桃园三明店用餐，范围愈来愈宽。普通是人真多的南门市场，二十休困一天，搁消毒。一定会担心的、啊，这正常的、啊。那我希望大家都是把自主管理做好，然后这样的话，以后大家同心协力来走过这一段，应该很快就会过去的。有六十年历史的桃园南门市场，受疫情冲击，生意可能会受影响。管委会虽然加强宣导民众跟业者拢爱挂水烟，也过有民众惊讲，也过有确诊也未报出，讲会尽量较慢去南门市场买菜。服务业感叹讲，这个年真歹过。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疫情愈来愈严重，指挥中心是强烈建议取消大型活动，也是延期。过年要到啊，包括办年会的大家、抢头香、分钱宝，也个元宵的活动，即卖有真侪拢已经取消啊。新冠肺炎本土病例即几天一直增加，因为往年啊，各单位对将要办的活动拢有做处理。伫春节的期间，台北年会大街宣布停办；台南新华年会大街、高雄三凤中街、屏东潮州春节市集拢决定照办。来这排档的人，人家会拢欢贺啊！嗯，哦，啊欢贺要人会，免咱会歹会，啊，所以现在免讲啊，无咧办啊呢。目前我们会在就是两个出入口哈，装设那种热像椅。我们为了防疫，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试吃啦哈，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防疫如果有漏洞，大家就没有办法过好年。在咧这件活动方面，台北政界决定要延后举行。屏东的历代农业博览会因为范围宽，照常办。屏东蔡政界取消市集甲音乐会，等依然是多。今年北港的灯会考虑疫情取消。新春啊，所有发福袋的活动啊，原则上取消哈。那再来就是北港灯会。我们原则上也取消。各地庙宇也取消一挂春节的民俗活动，包括大家在南疆、中华南瑶疆、云林福兴疆、南投德山指南疆、台南开基玉皇疆、台东天后疆加宣布等，拢宣布取消一年一遍的抢头香、抢钱布、庙景一个造寒单活动。台南市政府应应地方的声音，强调台南的咸水风炮加台南的龙年门新目标活动是暂时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在咱个关心天气，今仔日会知影各地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冒出日头，高温有25度。不过下晡就会变天哦。咱来看云图，下晡开始南边的云系往北边刷，地价方面的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不时会有短暂阵雨。明仔水气会搁较高，伫东半部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有诶所在雨脉较粗。啊，若拜六东北季风会较急，强度是瓦近带着冷气团的急速，各地会转做大冷。全台湾气温是10度左右，会影响到后礼拜一。啊，那另外要提醒乡亲的是，爱说是空气品质无啥好。今仔日伫中部、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感冒式的提醒。啊，那目前伫宜兰的德黑兰，空气品质嘛无好，空气污染是真吃力。主要是因为车辆、燃油厂、发电厂排放废气，当年的寒天拢会安尼，一年会夺走30000条生命。最近德黑兰的天色拢是雾茫茫，就算是好天气也看袂到日头。德黑兰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之一，城内有害的分布比例每立方公尺甚至达到182克，是世界标准的7倍。اذیتشون میکنه و میترسوندشون در خیلان لینکا 850 万你是
民众自郊区入去城内工作，人口会增加正侪1250万。高雄逐天通勤的车有1700万台次，其中正侪车拢是旧车，空气污染严重。国家燃油厂甲发电厂同时排废气，当天空气拢压电话，好德黑兰总是雾茫茫。官方的资料显示，伊朗城市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30000人死亡，其中德黑兰就4000到5000。当局希望老人、囡仔、身体较虚的人，或者是有呼吸，或者是心肺梗疾病的民众，尽量踮伫咧厝内降低风险。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大家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查甫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通行的疫情直透传出去，病例直透冒出来。国防部甲云林县政府拢呼吁避免去通行。即马平湖县政府是直接宣布讲，禁止因县府的员工去通行出差。若无必要，嘛呼吁讲唔通来台湾本岛开会，也是佚佗。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嘛，头一摆建议民众，唔拿嘴暗爱挂条挂好，身躯边嘛建议爱扎一罐酒精，随时做消毒。来看彭博一报。魏天仁代代教授批文章，去年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请求确认总统蔡英文伫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无存在，予法院驳回，伊不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昨开庭，认为一审无经过严肃辩论就驳回，庭事有重大的漏交，撤销一审的判决，即马发回更新。来看联合报，咱全台湾头一个予英国美沙天灾协会认证讲，地上160以上的天才江景亮，23岁就考掉美国的纽约大学，嘛是这间大学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大学生。因为伊之前拢是在厝内读，纽约大学嘛算是伊头一间学校。伊今年17岁啊，最近回来台湾休寒。来关心通风病院的感染风波，昨昏阁增加一个新的病例，是进前访问到的护理师的阿嬷。另外，病院内底机会到的越南看护，已经指挥中心即马调查发现，讲伊捌甲上早确诊的医生有接触过，可能是安尼小胃炎。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病例，案号870，是一个60多岁女性。伊是保利通病院其中一个去画掉的护理师因阿嬷。伫护理师去画掉了后，伊就去互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1月12采检是阴性，不过6天了后开始发烧，阁一届采检了后确诊。839本来就回到家里面，就跟阿嬷在一起的那个家里面去，所以那时候也有接触，因为是居家隔离中，当然也没有外出。所以并没有心狂烈。保利桃园病院感染的事件已经有10个人确诊，因为照顾境外移植的个案去画掉的住院医师，按号838，去用看作机票个案。伊为何女朋友护理师，今麦女朋友因阿妈嘛去画掉。这个住院医师因为工作上的接触，嘛传染给按号852的护理师，甲按号856主治医师。因那这个主治医师嘛因为工作上的接触，佮传给同楼层的两个护理师，其中按号863护理师的翁婿佮查某囝嘛去画着，也就是按号864佮865。另外，原本店的楼层无同款，所以方认为是感染源不明的个案，869的外籍看护。指挥中心疫调了后，发现讲，伊捌甲机票个案，按号838住院医师，伫病房有消毒。他有一次在那边中经过的时候，那久闭告一个病人有相对的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所以就请他去处理，好像有腹水还是胸水有积了水，所以他就帮他抽了，然后在外看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被传染到。指挥中心一条苦力的人，马尾桃园探到台北，在台北101办公大楼的一间过客室事务所，发声明证实，公司一个员工捌甲确诊者按号864接触，了后就去办公室上班。这个员工目前已经居家隔离，也若有接触的同事，嘛拢伫咧厝内自主健康管理，办公室伫咧18已经消毒。面对这波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呼吁民众袂当放任，人侪时阵都爱挂嘴暗，随时扎一罐酒精消毒，一定要落实个人的防疫。记者综合报道。通病院发生群聚感染，目前病院在进行清空的作业。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因为这届人数真多，范围真宽，要清空是真难到。
消毒兵来消毒，救护车规工来来去去，协助在运病人来转院。玻璃通风病院发生上大规模的本土互相烧毁事件，这阵病院清空计划按照风险分散等级，较近的医护直接照护者列做相关的风险。这阵转出来是第二风险，加上低风险的转院病人。医院宣导是说，尽量是说，如果可以的话，除非没有办法自理的那种，才有陪病啊。所以现在也是等转院。我在等转院段。我们要考量到病人的安全，因为每一位病人的轻症及重症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这阵病院的员工隔离总共有427人，已经有163人在集中检疫所。离对风险区转移也是出院，拢爱采检阴性，隔离14天才作业，隔离拢未使待遇。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这是国内疫情以来上大的挑战，因为隔离的人数多，清空的计划范围真大。那当然在移出的速度相对都会比较慢，因为我们也需要做完采检之后，那对面接收的医院也要对病情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分派适当的医师。那不过呢，在还没有移出之前，那医院还是要例行分舱分流。通市长陈文灿在防疫会议中表示，市府全力配合清空作业，当前的人由救护车扶起来移送，其他的病人是坐大巴士，由警察车开道来缩短时间。而且病人部分安置在桃园市，部分在双北市，也好由市民团结来应对。布桃的这个热区所谓的红区的这个清空计划，我们就是全力配合，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市民。那么大家要冷静团结，支持医护人员，支持防疫人员，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一次疫情的挑战。对着外界质疑，桃园只有63个病房应收容，容量不足，陈文灿回应，这阵已经针对四类急重症，包含心肺梗疾病的部分，来启动医区转介机制，优先到南口重症病院，其他医疗类别转介到别的病院。北京区域的病院都已经同意提悬急诊、门诊、单医量能，保障市民就医的权益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700万例，死亡人数有207万人。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卫生增加2例，目前计共870例。中国个病例有88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340000例。目前即马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4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857万例。欧洲的国家法国已经超过300万例，英国是超过351万例。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宣誓就职，华府无发生重大意外也是暴动。美国股市演出庆祝行情，三大指数拢大起，创下历史新高。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落台，风声一定落入战争，要求特勤单位爱在未来半冬继续派人保护伊13个厝内底人。来看欧洲议会今日表决通过两项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包括爱重视中国渠道对台湾恐吓，这嘛是最近这几冬上强势动作。来关心美国的新的国务卿布林肯19日参加国会听证会，又讲到拜登政府对咱台湾会继续照聘照聘，确保咱台湾有在调自我防卫。另外，美国的国防部长被提名人奥斯汀也表示讲，美国会确保台湾未受中国的侵害。As we look at China,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pose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Of any nation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昨天参议院外委会前述听证会，伊批评中国是美国上大挑战，也认为川普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正确的，相信未来会建立跨党派政策对抗中国。被问到对台政策是重要，拜登政府会延续对台湾的保证。Taiwan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aggression.And that is a commitment that will absolutely endure in a Biden administration. 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奥斯汀在听证会上也被政协会参议员问到两岸事务，伊表示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也确保台湾未受中国入侵。Yeah, well, certainly our efforts will be to ensure that we do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doesn't take that decision. But our support to Taiwan has been rock solid over the years.外交部对拜登政府支持台湾的立场表达感谢，会继续深化台美友好的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在加悬。不过台北的国际电玩展是决定自8月照常举行，也不过台北国际书展文化部已经宣布要取消，只剩线顶的书展要照常举办。台北国际书展这几年每一届拢有差不多600,000人出来参观，怎么因为疫情连续第二年宣布取消？实体的部分停办，线上的部分继续办啊。至于出版社或者是说未来读者哈相关的一些哈权益呢，我们三天之内哈那个书展基金会拟出一个完整的办法啊，由我们这个来给予相对的一些补偿。因为我很担心那个阅读的风气振兴不起来，我也很担心那个出版本身其实是在这种阅读环境改变的氛围下再一次的溃败。书店宣布停办，出版商虽然失望，也不敢努力救济。像时报出版社就决定把原书店的现场沙龙活动搬到自己经营的书店。有同款高人气的台北国际电玩展，去年因为疫情停办，出版单位决定8月照常办。我们就正常举行，因为这个部长有讲嘛，我们就是要落实这个防疫啊，然后戴口罩、手消毒、量测体温啊。我们这一次也特别就是跟市政府这边合作，做这个实名制啊。主办单位台北市电脑工会强调，会加强防疫措施，入场的人拢爱实施实名制，并且爱全程挂嘴罩，也提醒厂商邀请来小 girl 爱甲民众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两当前台中台艺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两个消防人员过身，张家属去行政院陈情，要求政府要成立专案小组，对违章的工厂要随报随拆，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大火一直燃烧，2019年10月。台中市台艺区农地违章工厂的火灾，两位消防人员不幸亡生。去年内政部消防署公布事故调查报告，敢若讲水管的运用效率歹，无线电无及时有效沟通，也个指挥不当，并无针对导火所在是违章工厂，内面也个化学品拍火条件歹，水管无够来检讨。消防人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也个顺接消防员家属。20到行政院头前有报条抗议。消防殉职检讨出炉。正院公安改革办号。正院公安改革办号。中央的行政机关首次承认制度杀人。在蔡英文政府上台的这两届，是工厂辅导法、毒性化学物管理办法，还有我们的消防法改革的结果，实际上的执行，却跟原本所期待有落差啊。如果说今天他当初2016年有执行这个计划的话，那是不是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不用出这个大雅违章工厂大火的这个任务，那是不是就不会导致殉职？消防会讲，蔡政府任内总共有8位消防人员因为火场执行不够损失性命。虽然消防法在2019年有加速修正，不过公安三法里面包括违章工厂爱随报随拆，一个改革化学物源头管制等一挂拢无尽足检讨。公民团体也批评蔡政府，听违章工厂的速度比袂过消防人员拍火时阵亡生的速度。自2019年3月20日以来，也就是公法实施以来，我们检举了200间的工厂，目前只有10间进入到断水断电或拆除的程序。整个只有5%。调查会的委员，他没有独立的调查机制，所以消防署都是依赖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自行给的资料来做判定。身为调查委员的李宗吾讲，规件案件调查过程，内政部加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态度拢正消极，伊正遗憾。消防会加公民团体，呼吁政府赶紧成立跨部会专案小组。真正做到农地违章随报随拆，对源头开始做，以免再发生危害。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有一个三岁的查甫囡仔，对幼稚园返去的时，两边的嘴皮红叽叽，半暝啊，囡仔在困，搁会喊眠。伊讲幼稚园的老师甲拍，医生验伤嘛，只能讲囡仔红疹嘴皮。家长去幼稚园讨公道，要调监视器，严格画面煞拢无去啊。目前警方甲社会局正在调查。这嘴皮看起来拢肿起来，红叽叽的相片，互家长无得接受。台南永康某一间幼儿园。一个三岁四年的查甫囡仔，去年底放学了后，发现嘴皮红叽叽拢肿起来。囡仔讲小老师拍，家长去找幼儿园问清楚，看监视器。关键画面确实无录到当时的画面，让家长是真生气。验伤去过幼儿园，他的脸是被打的还是撞到的？然后主治医生跟我说，这个是被打的，不是撞到的、啊。阿康，我要调那个监视器，我就问他那个监视器区块在什么地方，你给我看一下。他就说。坏掉了。实际来讲，这幼儿园，幼儿园讲，去年底这四年的查甫囡仔下课了后，也无什么过样，连假了后就不来上课。一直到这个月初四，媒体来啊就知影讲，放过虐待囡仔。不过幼儿园好人拍这个囡仔，而监视器因为信号无正常，无录到画面，这阵时已经修理好了。没有，老师说没有。对，而且那一天要带回去的时候，对，也的确没有。那事后我们也是每天打电话关心说，小朋友今天怎么又没有来读书了？那就都说要请假。那我们有函请当事人做一些意见陈述。那目前的回来的结果是双方的说法不有所出入。对，那现在目前手头上欠缺比较直接的证据，所以目前还在调查中。社会局强调，即阵已经对受害的囡仔甲家长的身心的状况来做评估，后续会看伊的需要，提供司法协助甲家庭关怀支持。而即阵家长已经向警方提出刑事的告诉，台南地检署也正伫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第十几届全国儿童教学的工具比赛是要予在高中高职读相关科学学生囡仔，透过家己的专业设计适合囡仔耍的佚佗物啊。即届拢总有50组来参加比赛，互相交流，要求进步。第十二届全国儿童教具竞赛同款伫台南举办，虽然面对少惊怀的挑战，现场也阁是有50组的高中职学生来参加。即届比赛有关著名的学生用家己故乡的文化设计教具，让囡仔佚佗以外，嘛通为当中更加知影原住民的特色。因也表示，设计的过程上注重的是囡仔的反应。因为我们想让山上的原住民孩子能知道、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做些什么，不想因为现在的主流社会，让他们遗忘自己以前的文化。困难的应该是我们去到收集资料的部分，以及我们真正要把我们的教具带去试教的过程中，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突发状况，以及我们带回来之后的检讨，以及小朋友他们的反应，是我们很比较注重的一个部分。嘉南耀理大学幼教保育系主任表示讲，希望学生拢家己做教具的能力，未来伫教育现场才通帮助囡仔发展。另外，比赛作品的重点爱原创，佮有教育意义。教法都提光分，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他们都有制作教具的能力，然后有能够到时候在幼儿园教学的时候，能够依照当时的情境去创作不同的玩具。所有的人都把作品带来，而且当场解释，然后可以当场观摩，因为从观摩当中，他就可以看到别人的作品，他可以启发自己的创造力。这届比赛让相关科学学生有发挥的空间，也通透过现场的试做，让相关模和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当中，家家都会无头神，袂记哩物件放伫倒位，袂记哩即马要创啥。若是加上教材期，也是卫生的习惯变歹，有可能就是得着失智症。屏东的基督教病院希望让更侪人了解失智症，建立友善的社区。台湾老人人口失智症发生比例已经达到8%。经过屏东基督教病院推算，屏东县的社区内失智症有其中30%是轻度患者，集中伫44岁到65岁之下头，多数也阁是家庭的经济来源。所以，让民众了解失智症，提早发现，避免恶化，伫咧现时是尤其重要。医疗的部分就是最主要是筛选，还有筛检，还有诊断。然后药物治疗，医疗部分就仅止于此，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后面的服务方案，所以实际上早期的，就是他能够参与更多的社会
社会的活动，依照他不同类型的失智症类别去活化他该有的能力。一般人忙东忙西是真正常，但是那佫加上教材仪卫生习惯歹，即款无病，就应该去病院检查失智症的可能。除了透过药物治疗安排课程，民众对失智症的患者也爱有同理心，才会当避免危险来发生。重点就是说要有一个友善的居民，友善的组织，连环境都很友善哦，不要让他，因为他们的警觉能力真的是比较差，他们骑摩托车应该怎么骑？他们过红绿灯会看红绿灯吗？他们可能还没搞清楚，红灯就走过去了，这多危险啊！这时候需要大家的帮忙和包容、支持跟关怀。屏东基督教病院在2018年，也有协助超过500个案，也希望会当连接社区的店家、邮局、诊所、邻里等等，建立更加完整的失智照护网络，变成社区共同守护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市长青校馆有真侪时段会去遮小组伴去学知识来上课，因为这个所在环境无啥舒适，也毋过去年五月份经过整修了后，即马大大改善，环境变水呀，而且便所嘛，它那亲像饭店的便所。阿公阿嬷欢喜唱歌，逗伊时段拢真好笑神。原来因八中时上课的教室外口环境变水呀。新德市长青校园过去环境较垃圾，经过八个月改善，今仔唔但有草埔，阁有菜园啊，通种菜，便所也变作敢那饭店的等级。以前因为是封闭的啊，封闭的就感觉就是比较有死角。对，那现在开放是非常好。我觉得很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学院，不然你一个墙壁围着，人家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个学区。长青校园逐学期招生2600人，逐间平均有800位师大来遮上课。周围环境甲出入安全动线的设计嘛真重要。之前的无障碍坡道都是很窄小的，那现在已经拓宽，而且变得不滑，然后长辈走起来非常的安全，而且还有扶手。师大看到遮的改变，拢足欢喜。今仔因唔来，较介意来遮上课交朋友。把小蕉来家种菜种水果，希望收成了会使做伙食家己种出来甘甜果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今年的大学学测伫明仔后日要举行，全国计共有120000的考生报名。那阵考生身体无爽快，嘛已经有穿防疫教室会当去换教室。另外，今年无开放家长备课，连特殊行动无方便的学生囡仔嘛同款。这个月22、23就是大学的学测，不过面对本土的疫情压关，未少准备要参加学测的同学讲，也是会烦恼有群组感染的风险。延期也不一定比较好啊，延期说不定会更严重啊。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有社区感染的例子，所以其实还蛮怕。为了防疫，台中市府成立考场应变中心，相关厅书完全依照中央规定的防疫 SOP。台中市长卢秀燕20透早也到考场来视察，伊讲要保证甲环境安全做好。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照顾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们在很安全。安心的环境之下，能够来进行他们人生最重要的考试。这届学测全国有128000多的考生，台中市有10个考场，16000多的考生，除了按照大考中心规定，遵照动线甲单一的入口进入考场，全程嘛拢爱挂嘴安。考生若经过考场唔听，迄科就会当作无考，也是零分。考生若是身体无爽快，除了会甲带到防疫市场考试以外，嘛会做通报。另外，除了特殊考生，未开放其他考生的。除非是有重大疾病或是有意外的伤病啊，那个时候呢，这个也都要事先啊跟我们大考中心来做申请。也那新北市府20早起也召开防疫应变会议，决定后个月23要举办的新北市中小学运动会，为着要避免群聚风险，开幕活动会改做线顶直播，卖分流分散比赛场次，佮会加强会场的消毒，确保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的台湾灯会已经决定要停办，真侪店头感觉真无彩。即马观光业者嘛烦恼讲，若准咱国内疫情搁加起来，安尼对咱国内旅游是一大打击。结合108几个店家加机械工具，2021台湾灯会组长盛峰就讲，伊灯光摇动、灯线晃的律动，
新竹白族业者原本期待订货会带来无限商机，啊，不过即马确定停班之后无奈接受。对我们这个小生意的人，当然是很可惜啊。啊，可是又没办法，疫情的关系啊。饭店生意也受停办影响，业者表示大型过节聚餐活动陆续取消。啊，不过商务客加小型春酒生意有回来。商务客的回补跟这个原本灯会取消，我们是觉得它的影响率不多，大概1-2%左右。去年台湾灯会在台中办参观人数超过1000万，三单也破百亿。今年新竹灯会停办，各路业者各烦恼，所来去各种活动拢停办。中间会带来连锁的冲击。就业者来讲是重重一击，又似乎呢回到呢这个疫情呢3-4月份那时候的高峰期。针对指挥中心公告，28进前时卡紧张的时阵，交通部长林佳龙呼吁大家，在这期间减少无必要出外。啊，不过帅气也请观光业者协助，将防疫做甲无漏高气，到底将冲击更加上低。对于观光旅游业，我们还是秉持啊，请只要大家落实防疫新生活，那正常的生活，包括一些原来安排的旅游行程，也不必尤其是过度的反应。台湾灯会主顶甲会长部长林佳龙表示，是用真侪人、真侪心血，会继续合作品完成。但疫情过后，未来会提供展出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有50多栋历史新竹市的东门市场，过去是北台湾正出名的市场，不过最近20栋豆豆啊失落，生意毛受影响。即阵市政府是按算要进行改造工程，要加强安全性，嘛好环境较舒适。未来老商品内底老泪未面，即马早就已经看袂到啊！新竹市东门市场有50多栋历史，过去是在地人上爱来买物件的所在，无论是果菜。用品什么拢有，啊！不过随着时代改变，过去人客满是山的场面已经真久无看到啊。人山人海，以前过年的时候，菜卖菜一直在一直卖。啊，现在呢？现在啊，2-3只小猫啊。以前的状况是人挤人挤不过去了，可是这样没落已经大概有20年有了啦。因为建筑物老旧，市场常常有漏水甲停电的状况。因为安全顾虑，最近计划要修正改造，希望老市场会当搁再兴旺。这个建筑哈也是很久了，已经差不多40多年了，变老旧，然后那个会漏水。我们期待在这样的一个再升级工程，给它更安全、更舒适，给它下一个50年的风华。东门市场北底1977年改建，变作地面3层。地下一层的大型市场，佮引进全新的市第一代电楼梯，毋过久来较欠修整，在地真侪摊商、店头家对即摆的改造有真大的期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有26年历史的高雄市立美术馆，进前是大规模整修，伫即个拜五要重新开放啊！即摆嘛邀请国外艺术家来做展览，带乡亲咱做伙来品尝。1、2、3，来。乌邦塞走出现一个比人比较高的囡仔面，伊的目睭甲嘴不断变化。这个奇幻作品就是美国陆上艺术家托尼奥斯勒上新的作品，而且伊是特别精选台湾囡仔，在50组的相片中，拣到来自台南的齐小璐。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人的眼睛跟嘴巴在我的脸上跳来跳去。齐小璐爸母拢想袂到，查某囝的面会当写作大师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跟这个录像大师，Tony Osler 非常的有缘分，就是在这么多小朋友当中就钦点到他的脸。The feeling of the portrait, the soul of the human, so to speak, and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it's what I see as a kind of new portrait.这是托尼奥斯勒头一摆来亚洲，高雄美术馆推出国际大师的特展，嘛是因为因按算拜五要重新开馆。整修了的公共甲展览空间变较光、较现代，户外的飞龙设施甲圆形的亭嘛经过大改造。
因为高美馆已经26年厝顶的漏水，2018年阁有80万的参观人次，2019年降到60万，去年拄着疫情，一月到十月刷存30万人。是要将高美馆变作一个新的形态的美术馆，从古早安种敢殿堂同款吼，来感觉看会到无啥想要未来迄种感觉，对，特别是对咱的市民朋友拍开，予人感觉来美术馆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即马来高美馆嘛会当好好啊食一顿饭，啉一杯咖啡，餐厅嘛有艺术品通欣赏。若是去外口行行咧，规个园区有43公顷，整治了后加一挂装置艺术，要予艺术伫民众身躯边。啊，咱即个特色就是高美馆有一个遮尔大个公园，不管北美馆、不管南美馆，伊即都市内底吼，啊，不管高美馆，其实拢无遮尔大个园区，而且阮个园区阁是生态园区。高美馆开馆迄当时是全台三大美术馆之一，即马伊重新定位，希望真做民众享受城市美好生活的所在。记者陈嘉文高雄报道。传统的腊日一天一天掠迄款的顶头是有大大的日子，啊无就是啥拜鬼。啊，毋过即马市面上有一本顶头有画图，嘛有记录过去的即天，咱台湾发生过啥物重要的代志。现开2021年的腊日，历史上的5月29，你敢知影是虾米日子？2005年5月29号，蔡水月，台湾现代舞之母过身。佮现来到7月30日，乡亲朋友会记迄天发生虾米代？2020年7月30号，李登辉，台湾民主之父过身。一幅一幅的插图，画出历史上对台湾发展自由真有贡献的人物和事件。这本号做《台湾独立的腊日》，唔但有历史，阁有台湾俗语，这拢是主编 Mark 新的创意。你安怎识识你的过去，吼，识识你的历史，也决定你未来的选定。我是希望独立会使改变过去错误的迄史观，未来伊才会讲。做出正确的选择。含过去两档出版的腊日无同，莫针对新的事件，像不动动产进行正义上新的调查结果，都拢会搁再加入去。莫对作品的用心，一路替伊到客位的 cosby 拢看在眼内。莫这段时间伊的工课拢会当放弃了，专心专注来准备这本。啊，我对伊的进行感觉真。出版社也讲，这本册在咧市面反应袂歹。应该是台湾册是第一本用腊日的形式做一本书的。啊，其实每一年拢稳定是5000本左右的销售啊，吼，重复购买吼，差不多20%至30%。每听一张腊日，就通对历史上的一天有新的理解。莫克寄望这本日帖，真做开放国家历史基地的摇单，未来也拍算伫咧顶头，甲一挂台湾本土意识团体的资讯，含古早时邮票的花草，和这个国家认同的复兴工程，加搁较丰富。记者阿敏、金鼎玉水台北报道。人讲囡仔一暝大一寸，细汉囡仔的衫裤无偌久，黏咪就袂穿遐。英国有一间设计囡仔衫的公司，是利用日本奥爪的机械，即马开发出一款新的布料，一领高过过大囡仔红鞋仔咧穿的裤，会当予只囡仔日头穿甲四岁拢无问题。囡仔自出世，学爬会晓行路，愈来愈大汉。有统计，囡仔两岁前衫裤的寸就才换7遍。表示做家长的，若是要让囡仔穿了较舒适，就要开真侪钱替囡仔买新衫。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伦敦的囡仔衫新创公司 PDP 和日本国内的奥爪技术开发出一种新的布料，会当让服装业减少浪费，也让家长开一个买囡仔的衫裤的钱较省咧。像这领要设计好高个给大囡仔穿的长裤。计少59英镑，差不多代表2240D，会当一直穿到四岁拢无问题，因为伊的布料会当存旧。An element of Petit Clé is also the magic entwined within each piece. When I first showed my niece the garment that expands, she was around 3 years old, and so the garments in their condensed state looked too small. And then when I opened it for her, she just gasped with excitement, and I think that.Element of magic truly captured what innovation can be.
公司的创办人莱恩亚森有航太工程师的背景，伊专门伫咧研究高等灰色的结构。一开始伫咧以当前地球所面临的环境、社会加经济议题为探讨方向的，2017年全球毕加索个展展出 PTP 的设计理念。PTP exists because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polluter, and we already know what one of the solutions is, and that is to extend the life and use of clothes, and that's the best way we can reach our carbon, water, and waste emission targets by 2030. PTP has done this by focusing on a very niche user group, which is children, and designing clothes from the ground up to grow with them. 在囡仔衫市场拍出一条路了，因所来滴咧实验，会当用滴咧较唔惊垃圾的印花布，也拍算开发大人衫市场，要用创新、科技、差异性奠定产品的基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飞伫身躯边的动物伴，就那亲像厝内底人共款，主人嘛一定真想要知影讲，饲的狗仔头壳底咧想啥。南韩最近就有业者开发出一款可伫狗仔颔骨内的 AI 狗脸啊，讲会使反映出狗仔的心情。狗仔用叫声表达需求，不过要安怎知影狗仔咧吠的时阵是欢喜、艰苦还是生气？即马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咯。南韩有一间公司。宠物美东开发出一款靠伫狗仔颔骨的 AI 壳啊，主人通透过 App 了解宠物的情绪，亲像这只狗仔拄则有淡薄仔生气，即马较欢喜啊，这是安怎运作的呢 ？When dog barks, dog's barking sound will be collected through this device, and then those voice file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our main server.And in this main server, our Pepper's unique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 and algorithm will analyze dog's voice, and then in real time, it was sent back to our application with a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us. 听闻美东因为用超过三档的时间，收集50种狗仔上万的声音来分析狗仔的情绪。这间公司去年年尾推出给狗仔挂的 AI 壳啊，会当分辨欢喜、放松。压杂、生气和艰苦各种情绪，主人通了解无同叫声代表的意义。이제놀때는단순히행복하고뭐제가집에없을때는슬프고불안하다고라고만생각을했었는데막상이렇게페퍼스를분석을해보니아놀때도질때는얘가화가나는구나이렇게게임할때는사람들도게임할때여러가지그런감정들이나타나듯이这个、AI 颔骨壳啊，唔但通解读情绪，也通追踪狗仔的活动情形，包含伊消化偌济热量、疲劳的程度、需要偌济时间休困。业者认为，透过这款颔骨壳啊，主人会当了解宠物，双方的沟通就较顺利，就通减少宠物互人放生的状况。特别有一阵啊，饲狗的人变侪，含宠物沟通的需求也加较侪。根据调查。去年全球宠物护理市场的规模竟然有1380亿美金，比英国是加超过三成。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法国东北部史特拉斯堡是莱茵河沿线第二大港，伊唔那有正特别的水路，嘛是观光重要的景点。即马在追求环保的时代，嘛是运输废物重要的港口，因为行水路会使减碳，嘛较袂遐差。甲法国即个呾过一条莱茵河的法国东北部的史特莱斯堡，特别的天然地形和水路，正做历史地标之一。即马除了坐船看风景，也有一项功能。Nous transportons des marchandises pour le centre-ville, par exemple les fûts de bière, par exemple les sacs de farine, par exemple les colis pour les particuliers, les colis pour les professionnels et depuis peu même les fournitures pour les grands chantiers.货船伫咧市区的河道来来回回，为着要减少碳排放，欧洲真侪国家禁止大货车伫特定时间入去市区，这项限制加强水上运输的优势。Règle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roblématique de la pollution,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roblématique de congestion et une très grande partie de la problématique de circulation. 自港口到市中心27分钟，会当载120栋，差不多是150台货车的载货量。货物载到位了后，运送人员骑电动车伫咧市区上，每一台电动车会当载180公斤，机动性管也较袂差。Nos livreurs repartent jamais à vide. Ils reviennent systématiquement avec du déchet recyclable comme du papier, du plastique, du carton. Ça peut être aussi de la consigne de fûts vides ou de bouteilles vides. A boat versus a truck uses up to 5 times less CO2 per ton transported.
3 to 4 times less energy, and importantly, releases fewer air particles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might help explain why river transport is slowly on the rise. 古仔最多地芝麻重新活化，法国一个开51亿欧元建造运河网络，串联塞纳河到欧洲北部，古仔一路延伸到比利时。107 km de long, une grande liaison fluviale entre Le Havre, Dunkerque et la Belgique. Un trafic fluvial qu'on estime multiplié par 4 quelques années après la mise en service en 2028.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天气报道在今日下晡要变天哦，伫这方面的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会落雨，明仔雨会较粗，又过会降温。啊，若拜六的时温度会降到剩10度，乡亲爱细致天气的变化。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高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高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高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高24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乡亲顺心，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